就是这个子弹了，大准的，我谁不能死在他们手上？师傅，Hello，快点！ 你命大，不要得意。你是大日本帝国的敌人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会死在我们的手上。要杀了他，为阿文报仇，还是让我来吧。 几天几夜没合眼了，你回去歇会儿，我来给大嫂和阿文守灵。
海大哥现在怎么样了？七七都过了，大嫂和阿文也下葬了。可是大哥一直还是闷闷不乐的。阿文的死对海大哥打击太大了，他肯定承受不了的。是啊，我感觉他一下子老了好几岁，我都快认不出他了。对了，海大哥杀了这么多日本人，督军和警察局方面会不会给他有什么麻烦呢？哼，他们在海州大剧院炸死了大嫂和阿文，也炸死了很多无辜的百姓，广州的老百姓都愤怒了，我大哥这是为民除害，督军和警察局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日本领事馆那边也不能承担炸死这么多老百姓的责任，所以就没再追究这事儿。小日本太可恶了，不但占领了我们东三省，还在我们中国人的土地上四处活动，狼子野心昭然若现呐。好在杀了龟田那小子，也算替大嫂和阿文报了仇，他们的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。阿文那么聪明，那么可爱，真是可惜了。叶飞，你有时间到家里去看看大哥，这个时候大哥需要人安慰。放心吧，我会去看他的。海燕，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。叶飞啊，今天你能够来看我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有句话我早就应该向你说了。海爷请讲。叶飞，谢谢你。您说什么呢？有什么可谢的？当然要谢，我都知道了，要不是你看出了日本人的破绽，让我四妹带着兄弟来救我，我程海龙早就跟着阿文他娘俩去了。海爷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您对我这么好，阿文又是我的爱徒，替他们报仇，我叶飞义不容辞。叶飞啊，你不单只救了我，你还拼死擒住了龟田，你是我陈海龙还有我夫人和阿文的大恩人。我陈海龙纵江湖是有仇报仇，有恩报恩。我知道叶飞你也有求于我，说吧，让我怎么帮你。海爷，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事儿，有些事儿我们今后再说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更何况如此大恩，我不想欠你太多。你要回上海找肖海生报仇，要钱给钱，要人给人，我陈海龙绝无二话。叶飞，我大哥是把你当自家兄弟了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，有什么需要说吧。海爷，四姑娘，你们对我的深情厚谊叶飞无以回报。叶飞啊，既然海老大答应帮助你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上海？师父，我只向他要了人。什么？你就跟他要了人？没钱你怎么跟肖海生斗？您觉得钱对于现在的叶飞来说还是个事儿吗？你准备出手了？您教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想试试。好，那你准备怎么试？当年有人砍断了您三根手指，今天我要把您的面子给争回来。
有气魄，我替你安排。